是一个假的魔术道具，因为其实这里面有一些东西是看得出来，它是利用那个界面活性剂。其实说今天有一些东西用牙膏一样可以在那个玻璃镜子上面。真的吗？那不然我现场取来宾身上一个东西，我帮你做清洁，表演我自己的。取他身上最脏的东西。对，最脏的、哦。嗯。那可能要把他最脏的不方便，刀子要拿来啊、哦。刀子啊。那我借个。要脱吗？借什么？借个铜币好了吧，好，铜板，铜板，今天身上什么最多？铜板最多，来，铜板，50元1块钱的，现场洗给你看。出门都带支票了，都不是问题，来，铜板，50块，好，注意看，准备一下哈，注意看哦，这是赵哥铜板哦，我现在把台币变金币，这样搓一搓，洗一洗，你看没有？已经脏污脏，我给它洗出来了，好脏哦，你注意看哦，我洗一半了哈，会变成欧北龙龟哦，来，谁手指这么黑、啊？回去台币就变金币了，金工相向，哇，非常厉害，来。而且你手好黑，这都是我们平常拿的钱币哦，对，比马桶还要脏10倍100倍哦。但是是赵哥拿出来的钱比马桶还要脏，对，没错，没有，每个钱都一样。怎样？你想干嘛？赵哥来，这个没有，其实你那个你做一个牙膏哈，我照样可以把这个钱币弄了。牙膏不要费，我这不用，轻轻推而已。大哥，这有可能是一般的，我们因为我们是拍戏，我们很会做这些道具。哦，你弄看看，这些假的道具，是是你要摸看，真的有啊，手不好洗哦，这是真机油。好像是真的，好像。通常如果在市场看到有一个人这样卖，有另外一个人出来冲康哦，是，他们俩是一伙的。对，对啊，要故意挑战他嘛。是是是。小天有没有碰过客人真的跟你稍微刁难一下？有，我是看一个妈妈买过，她就远远拿一个锅子过来，想说糟糕了，要提场，我就说妈妈先等一下来，我知道你要有问题要问我，来，我现场，她就拿锅子给我，我就马上拿这个菜瓜布。给他擦一擦，沾着就刷掉，刷超久。可是我就边讲话边聊天，边讲一些开玩笑的话。那个妈妈好聪明哦。但是妈妈之前其实她买的时候是冲动性，我讲很快，她就拿了，其实她没有在听。我就说妈妈没关系，可能你上次没听清楚怎么刷，也没有擦水啊。对对对对，可能没有加水，可能忘记怎么用。我再教一次，反而跟我买了2、3罐回去，更多买更多回去。一罐她用半年到一年了，就加水不用盖起来。蓉姐会动心吗？不是，不瞒你说，这个我以前买过，有买过吗？而且你是刚刚说用多久？大概半年到一年。嗯，我用了10几年，因为我买回去用2次。我没什么机会再用，因为我就是看他那个眼镜啊，吃面的时候不是会有雾气吗？喝当起雾，没有，我就觉得很好用。哦，真的很好用。可是买回去我也没近视眼儿，我也不开车，我更没地方用。对，有时候就会冲撞过，对，就觉得很好用，买那个主要是给卖的人一个面子。对对对，其实妈妈跟我买的就是。看我之后做得很幽默，很好笑。对，不过其实说真的，我们今天去到菜市场，除了就是说介绍，其实重点不是在商品，重点是在这个互动的过程，让客人也觉得说，哎呀，挺有意思的啊！我逛个街可以看到这么多的表演。因为妈妈买菜很辛苦啦，还遭遇，爸爸又可能今天吃什么又做不出，要买到的。对，我觉得给妈妈幽默，逗她开心。对，逗妈妈开心。所以有没有因此有人对你动心的？其实有，就是会让我。那就没有办法，接下来就是谎言啦，我们不要再听下去了。真的有吗？真的有，就是要小妹妹、小女生的，可能因为我现在幼稚园吗？干嘛？你是我的眼又来了。大概多小？我已经快30岁嘛，就是大概有一个大概高中生，就弟小子啊，说他在咖啡店上班，说叫我去叫你去喝咖啡。对，还是叫你妈洗咖啡壶？没有，咖啡壶底有蛮多胶的。因为有女朋友，所以不敢乱来。啊，很乖很乖啦啊，小天非常可爱，我们在这边先掌声谢谢他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在菜场有很多大明星，一起来看看这位是谁。市场除了有趣的叫卖，在广府菜市场也能看到大明星唱歌哦。根据线报，听说台北安东市场内有一个相当会唱歌的市场老板娘，听说她的歌艺惊为天人，因此被封为菜市场的孤山大神。真的有这么会唱歌的菜市场老板娘吗？他的歌声真的像苏珊大神一样威力无穷吗？因此我们立刻前往安东市场，要寻找这位菜市场中的 superstar。 在四处打听后，我们终于找到这位传说中的苏珊大神苏炳云。在市场卖内衣的苏妈妈因为
为太爱唱歌，因此常常一边摆摊一边哼唱，市场左邻右舍、婆婆妈妈们都知道他有部好歌喉，甚至还有媒体前来报道，因此市场苏珊大神的名号开始一传十，十传百。我只是很想告诉你我想念你。但是拥有好歌喉不稀奇，苏妈妈还喜欢边卖内衣边唱歌，甚至还会即兴改编歌词哦。大客啊，打扮就要叫我有就爱牵顾你的爱上，人客呀对我总个乱乱混混，因欢喜因快乐啊，跟我没有哦，我忘记了，忘记了。喜欢改编歌词的苏妈妈，这独特的叫卖方式让客人感到相当特别有趣，因此许多婆婆妈妈都会慕名而来，甚至还会现场点歌。这菜市场俨然就是小型的歌友会现场吧，实在是太特别啦。就是要穿我的内衣，只要能把我人生的方向，幸福就在你身旁。想要边买菜边听到现场演唱的朋友们，下次可以来到安东市场，一睹市场苏珊大婶的风采哦。大牌女星内在美，意外爆出惊人内幕。像我们现在这样年纪，如果女孩子基本上都是很简单的两件式的那一种。哦，你喜欢看比基尼式？对对对，大概是什么颜色？黑就可以了。我也跟赵哥一样，喜欢看比基尼穿黑色。哦，赵哥也喜欢看比基尼穿。没有啦，这想什么啦？求求了。桃子妹妹漂亮，哎呦，哪有你漂亮？安东之花是不是？安东市场，你看，哎，你那极致歌后，哎，你可以那个一边量身，一边给他做性感内衣，然后一边编歌词哦，这样工作压力会不会很大？不会，蛮愉快的，蛮愉快的，可以让他们有心情愉快的感觉。而且苏妈妈告诉所有的这个妈妈姐姐妹妹了，我们女人为什么要穿那种若隐若现的睡衣？我那是健康内衣耶。哦，嗯，怎么说？那个，因为女人到了30岁以后啊，那个体温会慢慢下降，嗯，所以我们要保养，哦，要保温。哦，不是，我刚刚看到有一套紫色的那种半透明的，对对对对，那个可以保温哦。对，可以保温我们的五脏六腑。这个要问那个内衣达人赵正平，经过他手的，他单手就可以脱掉女生的内衣。听说内衣达人最喜欢看你的女人穿什么颜色、什么样式的内衣，好了。没有，像苏妈妈那个是刚刚讲，她是健康的，那个是算是做生意嘛，哈，嗯，那是看年纪穿的啦。好，那我们像我们现在这样年纪，如果女孩子基本上都是很简单的两件式的内衣就好了。哦，你喜欢看比基尼式的？对对对，大概是什么颜色？黑就可以了。黑就可以啊，不一定要什么颜色。哦，哎，请问一下那个影帝夫人，有常为你知道穿搭然后增加闺房乐趣吗？是有啦。哦，你们两个从婚前就在玩角色扮演啦。我也跟赵哥一样，喜欢看 Vicky 穿黑色的。哦，赵哥也喜欢看 Vicky 穿黑色。没有啦，这个想什么啦？乱传传。不过听说真的，你手上还有个人 CD 哦。哎，对，这个是你的这一件专辑，对不对？对。哇塞，当然有啊，你整形前都出过，对不对？真的。苏妈妈唱的这么好，当然要出专辑。你看，有这个什么《沙扬娜拉》，哎，是今年3月3号所发行的。苏妈妈今天带来一首大家熟悉的《甜蜜蜜》。哇，台湾的苏珊大婶，欢迎她。爱唱歌的苏敏云，甜美的歌声让她有菜市场苏珊大婶的封号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她的歌声吧。